2012年底在腾讯游戏嘉年华上首发时，还很少有人知晓《天涯明月刀》这款作品。虽有陈可辛、袁和平等金牌电影人的出席，但外界更直接的感受是腾讯正式抢滩武侠网游市场。短短一年，2013年底，腾讯游戏嘉年华，玩家自四面八方专为《天涯明月刀》而来。陈可辛再度亲临，开启千人千面剧情主题传递。此时，《天涯明月刀》已成腾讯旗下最受瞩目的大作之一。2013年是《天涯明月刀》开启测试、直面玩家的一年。五月技术测试，十月封测，均收获了玩家的口碑和好感，成为2013年各大游戏媒体榜单上最受期待排行榜的三甲之作。从美术、服装、造型、动作，包括技术上，整个画工的呈现，真的是叹为观止。就在一个虚拟的世界，尽量就做得很真实。2013年，亦是《天涯明月刀》在业界横空出世、拔得头筹的一年。亚洲最为权威的专业奖项 CGDA 上，腾讯游戏首次登顶，揽下全场最大奖项。《天涯明月刀》代表了评审眼中2013年的最佳游戏制作团队，以及最佳 3D 美术制作。短短一年，你看到的是一个作品如何从无到有，再到光彩夺目，受到玩家和业界的双重肯定。你看不到的，则是背后团队倾注的巨大诚意。因为诚意，《天涯明月刀》获得古龙版权委员会正式授权，组建超百人精英团队，坐拥最顶尖自研引擎技术，成为了腾讯有史以来投入最大的自研项目。也因为诚意，《天涯明月刀》在技术之外积极探求艺术提升，诚邀金牌影人真实参与到游戏的开发制作中，力求打造电影级品质精品之作。更因为诚意，天涯明月刀从不自满，听取玩家的每一点滴的批评与意见，力图还原一个玩家真正期待的江湖。2014即将开启，天涯明月刀将一如既往步步前行。即将推出的创作者手记，开发团队将与玩家进行零距离的对话，玩家的心声和期望将成为优化和打磨产品的唯一依据。真正的杰作只为你的期许而生。陈可辛助阵的千人千面主题剧情，亦将携手腾讯文学，最为立体的人物与最为悬疑的故事都将一一呈现。以诚意铸造品质，自可百炼成钢，精益求精。来年《天涯明月刀》出鞘之时，让你我共同见证。